喂喂喂，好，没事，我突然想起来说，轻松高校跟宝可梦分开一下好了，又分两个影片上传，让我后置剪片也比较方便一点点。所以教主喜欢硬一点的，不是，我真的玩到后面，我发现那种快攻什么之类的，虽然很棒，不拖时间，只是打 PVP 那个东西。也没办法让你很快攻啊！如果你有守住第一下或什么之类，感觉就是战局。我比较喜欢战局，就是很怎么走？有在切磋的感觉，而不是说啊第一下就死了什么之类的那种，完全没游戏体验。这游戏王也是啊，游戏王不是也有就是哦什么那是什么？有个用词叫什么啊？手回杀哦，是这样子，一回杀、手回杀这种东西，啊，一回杀的话，可能是你第几回合就直接让对方直接死掉，啊，手回杀是你就天和，直接天和国士无双什么之类的这样子，那种感觉。快攻遇到控制流，对啊，所以就在想啊，问你们还有什么建议啊？我是想找小雨学技能，我发现我要的技能野生宝可梦有，可是我那时候就是一直按自我回那个自我回复自我回复，但他从来没有用过半次。算了，找小雨好了。没技能啊，放电。不好，那这时候就是派出我们的喵喵，爱聚宝弓。上面那个开盘能干嘛？没有啊，就是问好玩的，就可能给观众说，你们猜1/8的几率开出6V。这样子，刚刚说几率有多低？那如果2只5V 开出6V，是不是32+3？64+64，1/8的几率啊？繁星，话说繁星有限制什么属性吗？啊，我就只能用一般啊，你可以混啊，但是就是你的队伍里面要一只一，出战的一定要一只一般。啊，如果是鲤鱼王大赛，就大家都是鲤鱼王。只有实况组能开吗？只有开台的人能开。那时候有听雨月说，不知道阿旺做了什么事情，可以请他的 mod 开。可是事到现在，我完全都没有办法看到怎么开。一百公，哦，地震还有震级多少的？哇！我矿车声音，哦，阿轩是因为阿旺的账号，对啊，我那时候就有说，可能是因为直接用阿旺的账号投票的啊，然后那时候其实也就是都不知道，我肚子有点痛哎，钻烂，继续投。我觉得要不变之石的话，直接抓他，然后他身上有机会带不变之石。我们那时候刷他刷半天，不是我们那时候危机找吗？说他刷不到，还有人说他刷得到。就那时候解任务的时候抓他，你看
身上不变之时，是不是就得到了吗？对不对？然后这时候是什么？把它放生，放生之后它就会带着不变之时，我们再这样继续养，这叫做，这就不会破坏它的那种生态平衡，对不对？就不像如果鱼刺那些会长出来的话，就是不要剁到底，就留一些些给他们继续养，跟那个后一样。说到正央黑市。这边现成的可可多啊，可以抓来进化了。结论：宝可梦队长有时把对方的道具打爆，有吗？震荡带的话，用小偷也可以吧？有没有有小偷吗？有的话，那我就把咬住换成小偷。小偷是二属性招式吧？那把咬住换小偷啊！我偷爆偷懒，哎，快死了！但区区53等，还打人还是很痛。我来制裁你，每次要大三元都被断腰，很正常啊。你有勇气做大牌，就要有勇气被人家断啊，不就这样子的游戏吗？我还要感谢你每次都一直送我爱心哦，谢谢你。如果你的爱心真的会，你的蜡烛那些真的会不够的话，你可以先不用给我，没关系。但我还是觉得爱心能多真的很爽。这哈记的假牙，玫瑰。我已经刷了5000多只宝可梦了，我们等一下叫团团把权限打开，不然这个卡在这边好烦。免于被一击必杀。我说要练的宝可梦真的很多，像那个谁，毒烂熊跟泡沫粒属性化那一只，都还没练啊！啊，还要请假王。连续打5下，打这种感觉真的很快就打完，不要等他的那个扎实。到家啦，恭喜！要再开头了吗？请问他身上会有吗？不过小时候身上不能带道具。哦，对啊，我现在这只喵喵身上就是用捡食了啊，我也不会带东西。不是啊，白痴哦。Hello。你好，没开麦。喂，我要的技能，我现在才使出来。你好，我跟你讲，妈的，英雄联盟就是一个垃圾过气氛给。不会啊，我跟你讲，英雄联盟赢了才好玩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那是因为赢不了才不好玩啊。很多游戏好玩就是好玩在你赢了啊。你看你打日麻每次都被断腰酒、被胡走、被击飞，你哪玩得下去啊？对不对？拉热色粉给过期游戏。对啊，他也真的差不多了啦，在台湾市场那时候其实都有很好好在哈。就那样了啦。嗯。
你说怎样？没有啊，好好在干嘛？好好什么？你刚刚讲话讲到一半。嘿，我说了什么？你刚刚说那时候都有好好在。我忘记了、欸，我突然真的忘记了、欸。哇，你哪？我老了。这个是谁？诺音啊，你听不出声音吗？哪一个婊子在问？我你的婊子，你好好讲哦。好，我想吃。不气不气，没什么好生气的。没事没事，每次温柔可爱的诺音不会说婊子这种话。对，你刚刚听错了。对，你记错了。我要干嘛？我现在干嘛？看你要干嘛，看你是要，你可以干嘛？你可以练你的宝可梦，或是你看你有没有想要也参加鲤鱼王大赛啊。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你们都已经好几天了、欸。不是，他有两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啊，两个不是两个的，两个礼拜。那、啊、现在我们在玩的是在玩孵蛋孵六 B 啊，六叔那个蛮、啊、配的东西。那、啊、你练到100等也啊？要怎么孵蛋？啊，孵蛋我不是那天有给你的。哦、对，我今天我只有一颗啊，啊我孵完孵出来啦啊，然后嘞？你孵到什么东西？我。忘了，没有忘了是这次玩的是鲤鱼王，你也可以随便刷三只鲤鱼王去参加比赛，反正练到后面有东西叫做金色王冠，你吃下去就是属性全满，然后就只是招式看你喜欢用什么招式啊，可能对你来说有点难啊，对啦，我还是去玩，因为这个不像上次的活动是整个靠赛，这次的活动比较偏。有点偏技术，不有点偏技术，很偏技术。你可以想说要怎么组合技能啊，什么之类的。那你现在在孵蛋？在羽绒，快孵好了，蛋数很少，一下就好。在羽绒，你要干嘛？布置你的家。对啊，我要再去挖一些矿。好啊，你打 RTP 啊，要干嘛？就随机传送啊 ，R 就是随机啊 ，TP 就传送啊。嗯，不错。嗯，然后你按了吗？对啊，我按了。好。他带我来到一个峡谷。那很棒啊，跳下去吧。我是幸运诺尼。哎、欸，上面有粉红色地鼠，你要不要抓？要！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小地图有。飞我，飞我，飞我。等一下。它是一个颜色很母汤的地鼠。它这样动真的不行。TP 我啦。等一下，我刚才抓宝。等一下。好可爱哦！耶，乖！哦，你抓到了，听到声音了。漂亮的粉红色。卡卡卡！现在这是哦，不是东西，不是色尾，不是。你知道我这样看起来很像那个，你知道以前玩的那个姑姑吗？嗯，方吉。很像哎、欸，对啊，蛇蛇方吉。哦，拿到高级球。好啦，去挖矿吧。听他们在那边乱叫，就觉得很开心。
比赛规则暂时定地息了，活动时间有延长，希望大家可以玩到万圣节的，正在弄。好，你有没有要啊？就是如果你真的要玩的话，你也可以全部都用你的技能，让你刚系有什么技能，就让鲤鱼王去学。因为现在你这只鲤鱼王是你目前唯二可以拿出来的属性。唯二。就是现在不是鲤鱼王都只能飞吗？对啊。啊，像如果像我现在就是懒得换宝可梦，就是让这只鲤鱼王去学我平常在用的技能，就是出来拿来打怪，然后就是放出来再继续飞这样子。就不用再换来换去了。哦，对啊。啊，我刚刚那个矿坑嘞，就你隔壁啊。哪里隔壁？等一下，我看到遗迹，我要过去挖。我隔壁。嗯，那个，等一下。好，我先。哪呀？好，你等我一下。那你打斜线贝壳就好了。这个。BACK 吗？嗯。嗯嗯。怎样？又不对了吗？没错。哦。这是哪里？我不知道啊。好，我找我找我找哈。那现在这只鲤鱼王飞不动。到。你到了。嗯。好、哦。好可，这是什么意思、啊？什么东西？暗之石碎片。哦，你、啊、它有一颗石头是在早晚会有。不同的样子，你凌晨挖的时候，还是白天挖的时候是什么？觉醒之时，晚上挖的话是暗之时。哪个比较好？就看你哪只宝可梦要用啊。暗之时是进化暗属性的某些特定的啊，还可以拿来做装备啊。我先把我的家盖起来，不然我的家看起来很穷。你不用鹅卵石盖哦。哎呀，哎、啊，我就只有那个石头啊。你啊，就烧啊。要碳呐、啊。挖。那我是不是在挖了？我也在挖了啊。好，你可以鼻子往下挖了。怎么样？为什么？嗯，你知道挖你那天挖什么？挖铁。那想要参观一下吗？这也可以挖铁去做去换钱、啊、你们可以挖铁，然后去采球果，然后做成球拿去卖。最近就是跟他去的，对呀、啊，嗯，不哭面具吗？哎。那只吉古队的声音好可爱哦。粉红色那只哦，不是，不知道在哪，我还没有把它存起来。杰克在你的台啊？对啊。那我可以问他说，我可以煮那个
那个隶属犯罪。你还是你要换啊？你要换属性吗？因为地面系还没有人啊。我不要了，没有。那你在该哦。哎呀，东西太多了啦。旁边不是岩浆烧掉啊？重点是我。你要岩浆，我挖下去给你啊。嗯。不要，等一下。有训练啊！来来来来，看六 V 喽。只放在身上，忘记看。第一只九九，九六。阿三有一只哦，九六，哎，放身放身啊！哇，好多煤炭呢，为什么？什么时候？我给你两只鱼，你有空去，我晚点再教你靠腰啊！我有铁没有吸到，教我靠腰。哦，这不用教，你已经会了。哦，你挖去哪里了、啊？都没看到你了。我在家。知识，火知识，我应该用不到吧？用不到什么意思？你就扔掉了吗？嗯，没有啊，没扔。啊，这两只送给你。你怎么不合成砖啊？金晶石砖、煤炭砖那些，就忘记了，不知道。忘记了。来，这两只给你吃。我也不用。啊？啊？啊？什么东西？这两只啊？没有，不是，我在那个。你要碳砖欸？你要碳没有捡的，我给你。你吃鹅卵石都会扔掉了呢。嗯，鹅卵石怎么了？如果你没有要烧的话，就可以扔掉了。鹅卵石不知道干嘛。那安，那好。就知道你在嫌弃我啊！是我做一个鹅卵石屋啊，很丑。哦，没有。你就走了、哦？你过来，你回来，快点，教你好玩的东西。等我一下可以吗？我去烧东西。很快，这很快。好。干嘛？箱子，里面有两条鱼，吃掉。有两条啊，吃掉。嗯。然后牧场机组，箱子。你怎么知道我牧场机组在这？看光光了哦。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。你为什么要偷看我？师兄，你要盖在这里，我还帮你整理耶。真的吗？没有。来。
上去。我上去吗？好。下去呢？你就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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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啊，你骑驴王上去好了啦。上去。你骑驴王上去啦。去哪？去哪？你要从这边丢。你要丢泥土，你丢泥土，丢泥土，对泥土丢按 R。你是不是不适合当男生？我就不太会射哎、欸。就对泥土按 R 而已啊，你看这样而已啊，然后坐上来啊。哦，那这是你的。对，有没有按 R？ 啊，有了。好，按下来。下来。好，你对着这个红色的羊毛，把牧场机组放上去。把牧场机组放上去。好，然后你对着它，然后按管理宝可梦。对它管理宝可梦。啊，你等等，你先把一只鲤鱼王拿出来。把一只鲤鱼王拿出来。嗯，我身上这一只吗？我刚给你的，我不管哪一只，好了吗？等我一下。你身上有几只？都是男生。你身上？那我要……哎、欸，我给错了吗？交配。等下，我有一只女生，没关系。不，我你用我刚给的。等下、喔，是那你再吃这一只。啊哪一只？我已经分不出来了。我给你。哪一个？你看花色。粉红色就不是你我给你的，不是我。那你通通你好、啊，你听，你把你身上的那些东西都放进去，把礼物王都拿出来。好，礼物王都拿出来。好了，哇，我五只礼物王，你天哪！好。你打斜线 ，T D， T D， 嗯，然后，那你把滑鼠移上去，不用点哦。你看那个最下面 I V S 的数字 ，I V S， 嗯，有没有都是九十几的？有没有九十几的或八十几？没有，都是一百多了。一百多？什么一百多？不是 ，IVS 后面有个绿色的，哦，绿色的，嗯，有九十几，有啊，嗯，那是公的母的，你看他的那个什么，哎，第四排是粉红色还是蓝色？一只公的，一只母的，都是九十几、八十几的吗？对啊，那你把这两只记好，然后把一只放这个东西，我给你。三四，好，你拿到红线，嗯，那你就放在其中一只身上。怎么放？那、啊、你怎么放？打开包包，你把道具放在宝可梦右边有个小箱子。啊，好，这个东西叫红线，是繁殖用的东西。好，你再打斜线 PC。PC。嗯，把那两只先放进电脑里面。好，你再对着牧场机组右键，嗯，然后按把刚刚那两只点进去，有的，好，那就这样子，那你另外那两只可以扔掉，那几只可以扔掉，那你之后就是来临的，你就是靠近这边，你看到这台机器孵起来有蛋，你就来拿蛋，拿去孵。很多人的旅游玩在这边呢、欸。啊，对啊，他快被溺死哎、欸！你的鱼不会呼吸，你都要点右键看是不是疯狂爱着。对啊。那就好了，没问题了，走吧。这边就放着给他拦。嗯，在干嘛？嗯，我在 PC。
我要把那一只拿出来。在这边，在这边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刚我的哥哥。你就是上线看到，就稍微经过这边看一下，有起来再来拿。别动吧。他看起来很奇怪哦，天哪，好丑哦，天哪。你要看有其他粉红色的吗？你看它有这个。我已经回去了。东西。我的那个，我的矿坑，好丑。哦，这个。喂。还有两这个。哎呀。怒音什么系哦？设计系吧。好的啊。来啦，还好我们还好我没有走，来吧，背我。DK，不是 ，DP。怎么了？设计师，我问观众，你们觉得怎么样获得经验比较多啊？挖青挖挖这种东西吗？还是用烧的啊？烧熔炉取经验？烧笼子，对啊，因为拿丝绸绝对不会有经验的、啊。你是看到那一只吗？它是纯电哦。啊。然后，但是它的色尾是粉红色的毛，它的前一个进化啦，黄色羊毛啊。那它的色尾是粉红色的。收集不是坏事。等一下哦，嗯，三十二，干嘛啦？啊，我拿科尔多来打，真的假的？打、啊、这只其实很好遇啊，这只晚点带你去赌它。如果你有要的话。对啊，我知道，我还是有幸运稿啦。幸运稿就是挖矿物用的，把这些挖开用的才用幸运稿。
所以就这只拿来副手，用幸运稿去挖，这样子，哎。我的单调了，嗯，对对，偶尔会这样。那是不是想吃烤鱼？说到烤鱼，容易想吃东西。不干喽！我顺便看一下，喵喵可不可以学小偷？喵喵喵喵喵喵喵，当时在想为什么要叫他喵喵啊，因为喵喵没有的许小偷。怎样啊？被踢掉哎、欸！啊！我一直被踢掉哎、欸！你启动器怎么重开嘞？游戏关掉，启动器也关掉。嗯。你要看看。我现在好的。好。燕仙晚安。晚安。看一下哦，可以学会该招式的宝可梦土狼招式打疫苗哦，变异龙可以哦，疫苗加油，疫苗加油，打疫苗很痛哦，我月底要打，真假的哦，喵喵可以学，你月底要打，对啊，真假的，嗯，我帮你啊，你帮我什么？你要打我吧？你是要打我而已吧？骗我！我帮你打。你烤鸭。你要怎么讲出来啊？我没有种啊。一。你要不要想一下以前是你在讲的？欸，是我吗？不是吧？那你不行，你现在有形象。共辜。FB 不准我们开黄色笑话。三，好恐怖哦！那你跟我玩很危险哎。那你自己本身也很危险哎。你才危险，全家都危险。你明明就跟人家玩游戏的时候就不容易出黄色笑话。啊，你是跟我玩游戏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的。没有啊，我本身就会啊。你太不了解我了。我跟你谈那么久，你以为我是谁啊？大便是不是啊？大便一个诺音。怎样？你要这样？里面又一个诺音啊！你为什么在这边挖？这边41层呢、欸，你在干嘛？我知道啊。哦，你只在挖矿而已。哦 ，OK，OK。Okay. Okay.哦，我挖钻石，我有那个金属鹦鹉，怕啥呢？啊？我不知道你在干嘛。
啊，小米岩浆哦，我跟你讲，我知道啊，所以我不敢往下挖。你看我的可可多拉卡多加，嗯，没有找到任何东西，东西直接挖啦。这不是真细矿。你知道每一次看那个金属音的时候啊，都会把那个铁跟铝跟锡吗？钻石、水晶、水晶跟钻石，把自己过小。我知道啊。然后每一次挖到然后是水晶的时候都超感，那就是你平时钻石挖不够多咯。嗯嗯，这样说，钻石颜色比较了。哈哈，好啊。钻石颜色比较深啊，可是用金属音又你又看不清楚，又只有一下子而已。你就盯着它。哎呀，来吧。好，拜拜。不是这个，走开啊。没有钻石了，对不对？没有钻石。这边四十几层欸，三十四层，你要怎么看钻石啊？那我再往下挖。你说对啊，所以我才说你为什么在这边挖。他跟你讲说你可以往下挖的。只是往下吗？可是不用怕啦，帮你挖两格啊，这样子挖就不会危险啦、啊。哎、欸，哦，你在哪里？应该不是你吧？这个是谁？很有胆欸，直直往下挖欸，天哪，我超有胆的欸。不是，叫你直直往下挖，你可以两格两格挖啦，不要垂直。你两格挖的话，嗯？铲子吗？有啊。没了欸。欸，十一层了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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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了到了到了。听无呢，你这一层会挖到。还是你有看到？看不到，我等一下，没有技术音。这游戏我不是在玩宝可梦，我是来挖矿的。大家缺矿可以跟我讲。大家有缺矿可以跟我讲，那里很多。要缺钱啊！你把矿烧一烧，敲一敲，去做球能去卖了。你那些还可以拿去换钥匙，钥匙可以拿去抽奖。哎呀呀呀呀呀，好多钻石！金属音大队。啊，好多钻石，好多钻石！没有找到任何东西。北七又在推，又在推，你又在推。宝可梦有时候会推。那地基下面呢、欸？靠腰啊！太硬了吧？你说基岩呢、喔？对啊。怎么可能？不能让女王选金属鱼吗？可以。可是女王太大只了。你说暂时先当工具虫给他学吗？好像也是可以啦。不是没有办法挖到吗？就不要，是不是那一颗而已啊？
没有三颗，怎么可能？地基岩下面还会有狗吧？哪里？没办法。挖到了。干嘛那么大声？那就是被基岩包住啦、啊，你也不能怎么样啊。干嘛？颗一两颗而已。两颗很多哎、欸。啊，猫咪讲，猫咪呀，阿妞。啊、哦，你要上一次，哎、欸，换个挖洞能不能抓？哎、欸，我其实有挖洞，可是挖洞是要干嘛的？如果四招都是金属音，能不能用四次？我不知道、欸，哎，可以吗？破坏脚下三乘三方块，是这样子哦，龙加地面吧，对，这是哪里？那这样子的话，嗯，不是没有。这样吗？没有啊，他不理我。那天就是试半天，想说什么都没有成功。哦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我、哦、只能破坏泥土，是不是？觉得应该够了，需要开有切割器吗？我切割器没有，这版本没有。切石机啊？抽到这个？对啊。哪一个？我做什么？你帮我外观改的那个、啊？那个就只是用石头啊，合成四个啊，四个石头烧过的石头。哼！你们死！你要干嘛？我的头壳可多啦，被石头压死了，哼，昏厥了。你很厉害。
被夹死，我知道啊，可是他血量60多耶，这都是被夹的啊，挤压的伤害啊，80几被夹死。嗯，这是哪集哪用的？哎，诺英，嗯，管台哈，我肚子痛。啊，你们要乖乖呢。诺英爆演戏，你真的要让我管的话，哎，你好歹想一下，你曾经给我去睡觉，帮你顾台顾了半小时，哎。我爱你哦。你要好好盖你的家，不要让欧北来就好了。那你可以借我铲子吗？借你啊。啊，不是啊，你不是一堆钻石，来来来，我不要不要，钻石很伤哎、欸。不会啊，借啊，我就散假，我就散假没，宝贝，就散假，我就散假。好，这个画面给你们看他干嘛？还有乱做事情，我看记录上就好了。监视机是。不会的，你那么乖。我等一下回来哦，你要乖哦。聊天室很乖，我知道。啊，对，但诺英要乖乖的哦。诺英要乖哦，我会带手机去厕所的哦。我不乖吗？我有听到哦。我不乖吗？等一下，就给大家评评理了。我不乖吗？超乖的，天哪，没看过那么乖的人。这外面看得到，真的哎，泥土。乖到现在没空理观众，哎，天哪！啊，浪费。嗯，不错，没怪。聊天室乖吗？聊天室乖，没有欺负我。凡希是我爸爸，我是他的私生。你们现在才知道吗？感觉很像的，没有啊？你们，这其实是不太能对外讲的，但就是因为你们真的想知道，就跟你们讲。反正他就是我爸爸，对，不要再怀疑我们的关系了，嗯，他一个人。很辛苦，在养我。
我也不喜欢他那么累，对吧？毕竟他是我爸。啊、哦，好可爱哦，像一个小雪屋啊、哦！这是什么朝天柱？哦，没有那个，好吧。舒服，真的有以为他是你爸，就好笑。没有啊，这年纪都可以当爸爸啦。那你现在才3岁哎、欸。这里吗？这里好，还是这里？这是我床头诶、欸。这里好。已经动了，他是回来了，但他好可怕啊！是回来了吗？看起来好可怕哦！哎，哎，那一台会不会很无聊啊？其实都没有讲话。对，那你在挖，那你在做事情的时候都不太会讲话，那就是一个孤僻的，孤僻的，我的新皮嘛。耶，耶。
这好可怕！没有电灯，查一下。这上面是这样。会有对齐症，是不能对齐，好吧？那只能做旋转。旋转跳跃，五步停歇。关门，嘿嘿嘿，关门。后天处哎，天哪！不是地下室吗？是啊，看不出来吗？宝可梦伺服器是真正的一款玩法游戏。我要看，我顾一下翻新的聊天室。我靠呀，翻新真的有在听哎。我不讲话了。没有啊。欸，至少没有大吼哦。妈，你那边那天我没有大吼，我是说 hello。有哪有？我说吓你。没有。这是我平常，这是我平常的讲话。你的蛋好了哦。什么蛋？好害羞哦。你的蛋好，你蛋熟了。哪个蛋？鱼王不能进化。
什么蛋？鲤鱼王啊。哦，等一下，我这样不赢。我的蛋也熟了，叮。然后你生完之后啊，孵出来之后就打 TD 去看他的 IV 有没有100。我生完。有没有听到？好。你看，爸爸。要手动取消，我给他带不变死啊。因为我主要的鲤鱼王是想学毒灵跟隐形眼嘛，然后再就是用那种开始慢慢回血啊，飞飞啊，已经想好了，不然就忘记了，忘了。我之后应该是带进化骑士，第三只是进化骑士嘛，啊，放毒灵那些。应该是什么？完了。我想说，第一只如果是速度满的话，可以杀两只；啊，如果硬一点的话，你好像也可以杀两只。感觉吃剩的食物就没什么用。不出来了，不会成功 ending 呢？关台前来个100吧，拜拜。没有，建议你是先把蛋拿出来，他们才会孵下一个，他们不会累积。啊，有没有听到？有。你这算地下室吗？对啊。其实你可以挖通欸，你挖通那边也可以出去，或那边出去就是小雨家了。哦，我知道啊，我刚就是挖通了。嗯，那你就挖通过去啊。哦，不喜欢是不是？我觉得不是我家，我不敢。不是你家？对吧？因为挖通是在这里。玩笑。欸、对你挖通会有点远，不要不要。先玩。蛋蛋，我去拿蛋蛋。野生鲤鱼王不能进化是完全不行吗？因为还是超强暴雨龙，可是暴雨龙能用的就只有小雨跟陨月啦。
普通无味咖喱，好的，来吃咖喱咯。哇，这样还有1800哦，哇，去练鲤鱼王。有观众玩过这个的吗？有没有哪边适合练的？因为现在练的我都是在这边练，电飞这些鸟。有人玩蘑菇包子鲤鱼吗？我想玩。我想说，我第一只不是就是撒灵隐形眼放完之后，如果死掉的话，那第二只就是蘑菇包子嘛，就是让它继续中毒，然后继续睡它这样。是啊，在讲啦。暴鲤龙是水加飞啊，啊，水加飞就只有小雨跟音乐可以用啊。我们游戏结束之后还是要，哦，出战的还是只能，怎么讲？在活动期间出战的还是只能用鲤鱼王，你不能用暴鲤。游戏规则是这样。蘑菇包子寄生种子有啊，这个我也想过啊，所以我就是要有先有那个嘛。可是剧毒我可以，我觉得可以不用学，我觉得用毒灵就好了。还是觉得毒灵要撒两次太麻烦，只用剧毒比较快。我在纠结是要撒两次毒灵，还是用剧毒。因为撒两次毒灵的话，只要上场宝可梦就会剧毒了，你就不用每次都放剧毒。加剧毒是因为不跟中毒冲突，可是我维基上面看到毒灵撒两次是从中毒变剧毒，欸，我觉得太搞纲了，就是放隐形眼，然后再自己学个剧毒。终极吸取要跟发发学啊，寄生种子也是啊。用毒灵就不能用蘑菇包子，哎，对，也不能睡觉哈。嗯，对呢，忘了这件事情。不是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怎么会忘记？太想着想搞死对手了。繁星要抓盖欧卡吗？孤单的挂台区有，你怎么知道啊？孤单的挂台区，所以在开台吗？我刚刚在跑步，他们没有看到。哦，那你要打？我都可以，但等我一下。但你可能会死哦。我死已经是蚕丝，好像是疫情的事情了，不是？那来啊，带你死。呜呼，盖欧卡。
哦，小雨还在录音，在吗？不知道，等他一下。欧卡又出现，建议台主要带一只高速旋转的鲤鱼网。什么叫高速旋转？专门清打铃跟毒铃。你是说我吗？我自己撒出来换下去也会有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自己丢毒灵那些东西，我自己也会死，不，我自己也会中毒，是不是？容易来，我去吗？对啊，你不是要来？怕对手用这招？哦，不会吧？会用这招的，我想只剩下杰克了吧？在游戏中，好诶、欸，小雨要来了。好呀。你 TP 我啊。你对我现在大头贴满意吗？有我吗？对啊，我现在眉毛会动。你说 DC 大头贴吗？对啊。开门。为什么？也不客气。TP。我在你旁边，我看得到你，你还在游泳，你在用脚游泳，我看得到你离我大概有十个方块。小雨都来了，你看小雨都来了，你点呢？好了，等一下啊，好。杰克，来不及了。杰克，太残忍了，杰克。刚喊太久了，抱歉了。杰克，抱歉。我觉得是小雨跑去跟杰克说的啦，希望他不要打弄你就好，没差。我想说多个机会，我也觉得没差啦，抓不到是小雨 QQ 而已啦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大师球啦。那这个是从诺音台的资讯看到的，把我那时候也在挂东西，而且如果放毒。龙尾跟八头，哎、欸，八头到底是什么？是这打头吗？我这是盖欧卡已经几句，好像没几句话一样。哦，完美，两次的几句攻击都有打中。我、哦、在帮忙补血哦！哦，你好棒哦！哦，八头强迫换哦！啊哈哈！有没有一般系的有这只啊？有这招、啊？好了，诺英，看看你幸不幸运，你有带球吧？喂，喂，你是关麦？有。
哦，没中。喂？哦，没中，无情，太无情。那他小。呵呵。很帅。想说没遇过。第一支配到伊萨林星也可以，我知道啊，我不用，我不用啊，我有我波波，我龙尾是有伤害吗？有伤害强迫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应该就直接用这个了。菲菲，你看还有20次可以玩。哇！烂鱼，不是都没有木头啊？我是什么没有木头？木头，你有没有在砍木头？对啊，对啊，你就一样啊，TP 出去，然后去找木头砍。嗯？龙尾八头都是90命中60。哎呦，这么凶凶的呢？哦，这个飞行宝石已经卖掉一组过了，那边真的很好吃啊，很好。现在杰克在看台，透露太多资讯，这样子，有以为我要用毒灵吗？没有，到时候每一招都是破坏时光。创世神速，你说碎烂他，然后凌虐他这样吗？那是不是要防止人家睡我去学个梦话这样子？嗯，赞哦，好跑，不要浪费。嗯，放错字。每一招都水炮。哦，对啊。然后突然蹦出一个很罕见的鲤鱼王，有没有？特性是那个蓄水、储水。你怎么会有那个特性？我也不知道。嗯，拜拜。
当你啊，我冬天还会蚊子啊，不知道。哎呦，哎，他妈痛了吧！来，一起补血，去逼尿补血，自我再生。有脱皮特性吗？有吗？我记得鲤鱼王就只有什么下雨天的时候会慢慢回血，跟另外一个特性，是那个吗？晚安七月，关机赶快睡吧。对啊，他也快关台了。对啊，辛苦了。以为会很啊？没有。哎、欸，怎么是走路草？哦，只是想到哦。没有啦，不可能，不可能特性可以去那个啦，去改。那如果特性可以改的话，我一定用避雷针。啊，杰克，啊，想劈烂我啊，用避雷针啊。龟龟，我本来要给鲤鱼王学那个刚刚的放电。结果还没学到这边，先被劈死。安抚之灵哎，像我也做了，玩了一般戏之后才知道。哇，三 D 龙真的好强，它可以更强，可是我不喜欢那么那样子强，但是生存太低。那用草系技能吗？草系技能有个叫做食草的啊。我的大奶罐就有一个是食草特性的、啊，等一下哦、喔，好像梦特性吧，等一下哦、喔，能量不是，哦，对啊，它是那个梦特性，不会受到潮汐伤害。嗯，就说鲤鱼王，哎呦，我打雷跟什么？打雷跟水泡都血，飞叶快刀跟打雷都血。我感觉我今天也很早睡了。昨天本来想说，是帮你弄完东西吗？想说也很累了要睡。结果就是边孵蛋边看小当家，又到了早上五点。哎，没有，好像更早。哦，那时候我还好好回你话吧。七点、八点。早上的时候吧。对啊，我是不是问你那个东西？嗯。对啊，我那时候本来想说啊、哦，不然开台好了。啊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你不确定什么要完成还是什么的，不敢画，不敢动笔。你说什么不对？不是说不对啊？你在吃什么？我说你说什么不对？不对，不好画。那啊，如果没确定好的东西，画完之后要改东西的话，很麻烦。啊，懂吗？
哇，你的配招太无情了吧，我喜欢。可是黑色目光，不是，你要想一下，一般系比较能自己升级学到的那种会比较好，不然我要去跟别人麻烦别人去用黑色目光看我，不然就是去幽灵塔先学到黑色目光之后再来学，因为这个写生的东西是你一学的话是把所有东西全部。遗忘掉，重学。好，元拜拜。那就是你搞不好已经，比如说，今天我已经好不容易学了，剧毒、咬住跟自我再生，可是我下一招还要另外一招，就不小心学到聚宝弓，你要全部重来，全部重来，所以很哎，麻烦。嗯，什么？哪里？嗯？哪叫木头？就你什叫么木斧头？头？叫斧头？你钻石那么多，多一把在身上也很好啊。不然你野外遇到僵尸村民或枯宫生怪钻怎么办？真的遇得到啊，我就遇过很多次，我就冲进去直接把他们挖掉。那时候那个谁忘记了，在野外遇到废弃的僵尸村庄，有没有听到？有，那在吃什么？你跟还没黄回我？昏和光一样。有关系。没事啊，你要钻石的时候再跟我讲一番。你在吃什么？你还没回答我。我要吃几十饼干，我肚子饿了。为什么要咬住啊？没有，那时候想说学一招克幽灵系的啊，然后学一招克幽灵系的，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子在挂幽灵塔，用嬉闹跟咬住在挂幽灵塔，所以才会有咬住。嗯，蛮失礼，我放这吧，不是。不是，哦，贝壳子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啊，小偷是不是？想说小偷看高斯基有没有？没有，要去学，要去练。二属性招式，现在，有两个被 PUE 绑架了，等一下哦，一等一等，哎，小偷，电影龙几等血，看一下哦，电影。龙变影龙变哦，一等就有了，所以他一开始就有了吗？哎呦喂，在攻击的同时偷取道具，当宝可梦自己携带道具无法。我要携带光碟学这个啊，我自己偷不到，哇酷啊，太酷了吧！我要携带一个不能携带道具的技能。然后一般系要交换的话，可以学接棒或者是福特替换。福特替换我知道啊，那个闪电蜥蜴啊，还有那个骆驼母也可以。别休息了，好，云娜晚安，快了3分钟。哦，那小偷很很棒。快。好，决定了。当时有人叫我玩变影龙，我忘记是什么流派的，我那时候存下来。
你把对手道具打掉。欸，我还想带这个欸。带这个是不是有搞头？就是自己身上带一个这个。然后他不是说跟德章互碰的话可能会把针给换给对方。因为我不可能有戏法的招啊，戏法招要那个团团那边才有。那我有想过带火焰宝珠嘛，或剧毒宝珠，然后用火焰宝珠，然后用特工招这样子，不是吗？突然蹦出一只戏法鲤鱼王，我自己也吓到了。你居然也是戏法，把我道具换过去再换回来。定论我忘记了欸，那时候也是说可以把对面搞到很恶心。欸，皮克在干嘛？好，我们不要理他，皮克在忙神万圣节的东西。好，我们继续回去练，看观台前有没有新的一批鲤鱼王。哎呦，欸，诺英的蛋好了，完全要进来。好，这样才乖嘛。啊，所以你上一个蛋有到100%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按斜线 PD 啊，然后你看你的 IV 值有没有100%、啊？没有。嗯，有100%的话可以获得一个大师球。啊！让我点啦！那我付完这个单在观台。掉包跟肉眼看不清的速度将对手的任务交还猫老大会。哦，掉包也算了，掉包以肉眼看不清的速度将自己，那怎么删掉了？你是怕杰克看到吗？没关系啦，反正这种搞不好我后面比赛前又突然啊不要好了，再换一只，我搞不好到时候有点七只鲤鱼王。三只特防，然后一只速度，然后两只攻击，一只特攻吧，不特防啊，就是防御。嗯，血肉多汁，然后鳞片很多的鲤鱼王。那为什么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要分那么多技能？你看，吉利蛋的话是生蛋嘛，那大奶罐的话是喝奶，那还有一个叫自我再生，你看要分那么细。我付完蛋就关台喽，诺英。哎、欸，你在？付完蛋要关台了。奥里龙。没有听到吗？有，我听到你说你在吃奇思饼干。然后那一副晚上就要关台。哎、欸，我也是。其实可以提早知道你的单是什么属性，你打 IVS， 然后空白第几个就会知道，可以提早知道你的单是什么属性的能力，你就打斜线 IVS。我和3%，53%，嗯，53，
怎么可能五三？我晚点再看一下你的蛋有没有，你的鱼有没有用对？你不是把两个那个很高的放进去了吗？哦，拍摄，拍摄，你这看错了吧？我看错格，来，89%。哦，那才对啊！吓到我了我中了。！IVS 六，剧透，pass 五。四，是呀，100%，三，好，第四只是不是就是你了？恭喜你获得大师球门票一张，二三四六，确认一次，IBS 三，得得了，就是这么难出。第四只了，应该说八第十二只了，这边八只，这边四只，恭喜是还好啦。等我孵完六只之后，我就把那八只看说谁要养，然后就丢给他们，就他们只要再养出一只一百的话，就可以把那三只拿去换掉了。对啊，因为一开始是先跟小雨借嘛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先把小雨的还一还，先我还是在帮他孵，他那边先凑土建，那这边我就是帮他孵到之后就给他，那其他人看有谁要就跟他给他，因为那时候不是那个灰子大赛，我很巧妙的说，不然我要一只四 B 鲤鱼王好了。我想想，白痴才真的换，我那时候也是真的讲讲而已。如果真的换的话，很亏。好啦，那这边就到这边喽，感谢各位。那对这次对战结束，是不是要开一个时间叫鲤鱼王复仇？毕竟活动不知道。有啊有啊有啊。马哈波。好，那个。可能真的会有极具洞穴也是鲤鱼王，或是满地都是鲤鱼王的事件。杰克那时候其实他也在想啊，要弄的话，他很容易弄出来，就是在想而已。到时我还是继续刷爆啊！哎，鲤鱼王哎，这么香，不刷一刷吗？有鲤鱼王会破坏时光什么之类的。好，就这样啊，感谢各位，大家晚安喽，拜拜。啵啵啵啵。